一杯卡布奇诺，谢谢。现在我的大学时光就要结束了，但我依然怀念那个时候，那个人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这学期我们新转来了一位同学，下面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顾梦，我喜欢画画，也喜欢看各种绘本，希望能和大家成为朋友，谢谢。好的，希望顾梦同学能尽快融入这个班级。顾梦同学请就坐吧。你也在看美术绘本啊？我也喜欢画画，就是画得不好。真的吗？没想到在这儿都能遇到同好。终于能跟你说句话了，记得上次我打扰你画画，差点被你打。这可是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吧，跟我小时候一样。你不知道，我画画就像天山童姥在修炼，你打扰我就是打扰我称霸武林。我觉得你像是活在八九十年代的 TVB 一样。这本绘本我小时候也看过，你也在看啊？我也是小时候看过这本书，小时候就觉得里面人和鱼能做朋友，好羡慕他们呀。要是有一条鱼能和我在海里一起玩就好了。我刚刚重温了这本书，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社畜一样，真想也能有条鱼来拯救我。哎，你说这本书之后会怎么样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画放走自己鱼的人和那条鱼呢？那你可就问对人了。小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故事的后续，那时候我还想自己继续画来着。你听我说啊，我觉得后来应该是这个人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转身去找他的鱼，一下子游着飞了起来，飞到了深蓝的天上，发现天。我的画要是什么时候也能挂在这里就好了。未来可期啊，古代画家。啊，还有这幅，快看，它的颜色跟布局都很合理，有没有觉得它天空很有意思？快点，快点！快看，这是这个比赛，就是这个比赛，你要不要一起参加呀？获胜的人可以直接去 UB 学习一年，就是那个超厉害的英国美术联盟，可以见到很多大大，相当于直接飞升了。我考虑考虑吧。之后，我们的生活轨迹不再相同。顾梦。顾梦，阮静山到。李月，
时起，我们的见面变少了。他活在黑夜，我活在白天，唯一的牵连可能就是手机上相隔几小时的关心。嗨，佳佳，当你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，我可能正在复习倒霉的事情术士，真不好意思，现在才告诉你我被录取了。刚到这儿的时候简直像一场灾难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个生活白痴，好在现在一切顺利，只是我很想你，想念我们一起谈天说地，一起画小练习的日子，想念我们为自己想续集大开脑洞分享喜怒哀乐的时光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，我在 UBA 认识好多像你一样的绘本爱好者，在这里实现了梦想，相信我，你是有天赋的，只要愿意，咱一定可以成为优秀的画家，以后我们也一定可以在脑洞出自己的作品，不要让我失望呀，林佳。佳，哎，林佳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顾梦去 UBA 了。顾梦就是总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生啊，背着绘画工具的那个。背着画板包的是你吧，傻乎乎的，我看你是没睡醒吧。你怕是做梦做晕了吧。嗨，林佳。背着画板包的是你吧。不会，林佳，你这样说不会是因为看了谢胜男与 UBA 的不解之缘吧。要不要和我一起参加比赛呀？获胜的人可以直接去 UBA 学习。不要让我失望呀，林佳。林佳，林佳，林佳。他沉默寡言，他带走一切，我的世界。顾梦，你要坚持自己的梦想。成为最好的画家。你的咖啡。你好，我是 UBA 的谢胜男，我们正在举办一个画展，对你的作品很感兴趣，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当然，因为这是我们约好的。